大家好，我是爱与人神，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5.2 到 5.3 卡执行来王炸，四位新角色登场，火神定位曝光，加里兵法来了。 5.2 到 5.3 卡池安排，火神欠特拉利登场时间曝光，海灯姐新皮肤来了。原神纳塔 5.1 版本的前瞻直播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除了新五星角色希诺宁即将登场外，千之、纳西达、胡桃也即将迎来复刻，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火神马威卡、欠特拉利等相关消息也终于来了，一起来看看吧。首先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5.2 到 2.3 卡池新角色登场的安排了。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5.2 到 5.3 卡池登场的新角色也已经确定，其中 5.2 卡池会有两位新角色登场，分别是五星风系城女主西夏斯卡、四星雷系攻击专辅欧洛伦。 5.3 卡池是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分别是五星火系大剑角色马威卡以及五星冰系法器粉毛少女千特拉利。而说起5月2日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就目前来看，说法最多的还是之前提到的那个版本，温迪、仆人、流浪者复刻。不过复刻角色的话，目前并没有实锤，也就是说依旧会有改动的可能性，到时长期未登场的钟离、申鹤、莱欧斯利等角色，看样子起码得等到 5.3 及后续卡池才会登场了。尤其是钟离这波延期属实有点出乎意料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后续的 5.3 版本，也就是海灯节，除了火神马威卡、欠特拉利的登场外，据说第二期离月混池也会开启，而每年的海灯节也都会有新的皮肤上架。目前海灯节已经连续两年都出离月角色的皮肤了，分别有克勤、凝光、甘雨、申鹤、行秋。如果还是离月角色皮肤，估计大概率是萧、香菱这两位。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更期待哪个角色新皮肤的上架呢？原神纳塔 5.1 版本的前瞻直播终于如期的和大家见面了，各位旅行者们看完之后是不是也都更加的期待了呢？本次前瞻直播中，除了新五星角色希诺宁的登场外，胡桃、千之、纳西达也迎来了复刻。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首先要说的就是后续 5.2 到 5.3 卡池角色登场的相关安排了。根据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5.2 卡池会有两位新角色登场，分别是风系城女主西恰斯卡、雷系弓箭城男欧洛伦。其中恰斯卡是新五星角色，欧洛伦是新四星。 5.2 卡池复刻角色的话，依旧是之前提到的流浪者、温迪、仆人这三位，钟离估计大概率不在 5.2 卡池复刻。而说起后续的 5.3 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相关的消息中也提到会有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分别是火系双手剑角色火神马威卡、冰系法器少女千特拉利。其中火神就不多说了，冰法少女本次前瞻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镜头，看样子 5.3 卡池和火神马威卡一起登场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了，还有 5.3 卡池第二期混池的开启，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已经等不及了呢？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于火神马威卡的定位机制相关，就目前的消息来看的话，大概率是 C 了，应该是主打征服反应的 C。 不过还是那句话，毕竟是网传的消息，版本跨度大，保不保真就不知道了，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